大家好，我叫梁坤田，我非常荣幸担任辣妈镜芳华的仪态培训导师和艺术总监，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优秀的辣妈，希望大家踊跃参与这个竞选，提升自己。我是孟玉，我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了在生活上很大的改变，我变得更加自信了，坚强了，同时我也变得更加乐观了。呼吁亲爱的妈妈们也走上这个舞台，让我们突破自己，找到自己的人生定位。我是首届辣妈亚军平惠子，这三年来我们辣妈做了很多公益活动，带动了很多正能量，给社会带来良好的印象。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快点加入我们的队伍，第四届辣妈镜芳华等着您。我是爱丽丝，我是第二届辣妈。我以前是比较安静害羞也比较内敛的一个人，通过参加辣妈以后呢，我发现我变得更加的自信，包括就是在各个舞台做主持，比以前更自信更有信心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三届辣妈亚军刘露，我的女儿今年24岁，儿子21岁，他们都是大学毕业，我很为他们感到骄傲。希望第四届的辣妈镜芳华越办越好，所有的辣妈们能够展示自己的风华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届辣妈镜芳华的冠军李恩惠。因为我曾经是一名演员，自从有了这个孩子，我就都待在家里面来照顾孩子，来给他来伴他成长。透过辣妈镜芳华这个活动，让我再一次的走进了演艺的一个平台，所以我非常的鼓励大家来参加这个辣妈镜芳华，让我们这些做妈妈的人充满自信，让他知道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。我就是想告诉我的小孩，生活就是要勇于挑战。妈妈现在在挑战自己，有种信念叫做永不放弃，有种人生叫奔跑。儿子在上面 Love you Richard， 谢谢。现在我跳得如醉如痴。提升，我们祝福他们有更好的表现，恭喜恭喜。